主席、各委员，本院委员孔文吉、简东明、陈学胜等16人临时提案，有鉴于近年国家的重大水利新建工程，如大坝及水库均设置于原住民族地区，迫使当地原住民必须被迫迁村。比如经济部水利署想在新竹县的尖石乡新建比邻级高台水库，屏东县春日乡斯文部落及古华部落在排湾族的地方新建斯文水库，还有台电也曾经计划在花莲县的万荣乡要新建西堡水库，这个都严重的影响当地原住民族的权益。所以建请行政院切实遵照原住民族基本法第21条、22条的规定，政府以原住民族地区内从事土地开发，应取得当地原住民族同意及参与，而且应立即停止原住民地区的任何水库及水坝规划。